看看这一群人都等着我开饭呢。烤乳猪呢？我今天差点挨揍，说好的请朋友们吃烤乳猪，这都七点了，烤乳猪呢？我今天早晨十点就打电话了，那个猪烤了七八个小时，走去拿。走走走走走，快快拉出去，快点！哎哎，就这个样，一会儿你端着回来就行啊。整天看人家吃的挺香啊，今天咱也吃上烤乳猪了。哎，我当众太沉了，你拿。十斤的小乳猪，没事。太早了嘛。哦，在这儿呢啊，看着就诱人啊。香了。表演一个三口一头猪。看这群人都流口水了，干嘛呢你？笑，走走走，回去吃猪去。你走好，我递给你。孩子呢？这是蘸料。好嘞。看看这三个人，不能偷吃啊你啊。现在这个车里啊，都是烤乳猪的香味儿。香不香？香。为啥要吃它吗？猪猪这么可爱。听小孩说猪猪可爱，一会儿吃的比谁都香。啊？我打架。这刚回来，这是谁吃了？哇塞！大爷，我想吃一个。哎呀，馋嘴！朋友们见过这么小的小肘子吗？哎呦，把猪头抱走了。没有吃。还是飞着吃的。不行，我牙不行。哎呀，这个牙口好。那我都咽口水了。来来来，佳琪，给你个猪蹄。来吃。哎，瑞瑞，香吗？给你个大肘子。你看看，香得多。香。这个拿着给老爸老妈尝尝去。真孝顺啊！哎，我等不及了，不行，我也得尝尝。哎，看着就好吃啊。建哥没出息啊。嗯。哎呀。来来来来来，快！哎，这大嘴，香吗？嗯，这个烤的刚好，又酥又脆。嗯，你干嘛嘞？我来拿块肉吃。还是人家会吃，卷的小饼，这口大蒜，弄块肉。来一点。哎呦，你下去。这个烤乳猪吃出了淄博烧烤的样子。嗯，辣辣辣，滚！都太腻了，买了点烧饼。建哥非得说这是鞋垫子烧饼，这不长得像鞋垫子吗？今天可吃嗨了啊！哎呀，我吃那么多，因为我也想吃根鞋垫子。哎呀，2000 years later， 今天这个猪要的有点大，吃的人有点少。不浪费，让冯哥拿着给咱黑仔吃去。行，来打包，把骨头拿给黑仔吃，把肉留给人吃。闺女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我都吃了。哎呦，你这个牙马上就掉下来了。今天都吃撑了，15斤的猪人少了吃不了。看人建哥在外边溜圈呢，是他吃的最多。哟，哎呀，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了，就是关注哟，么。